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孙玉解说。来玩这一个真三国无双斩，进不去啊！哎的，来进去这一个第九天，酷，还是挺酷的啊。主剧情这些我都玩过了，但是现在要开始，先把这些关卡给过了，困难的，之前是超级简单的模式啊，反正这一个就打到了聚水断桥，三分天下。也就只能到达这边了，然后之后大概就是互相挑战吧。选择关羽出来，有一个探索区。加速就算了啊！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探索失败。主剧情，主剧情最多也就挑战到这，挑战这一些了。后来就没有然后了。差不多这个就是温酒斩华雄。这造型是很酷了，不过伤害太低了吧？我换一个吧。是不是我家赵云？不是我家赵云，是我选的赵云没装备吗？装备都给关羽了，出来，真假？关二爷，走，华雄，来找个人出来，这样比较有意思。我现在使用的是孙权。不是吧？哦，好吧，结束了。要去打董卓了。
会这么厉害，是因为十连抽抽到了这个关羽，六星关羽。张文远，还有成功。这些主剧情已经都玩过了啊，咱们来看一看这些日常关卡。利用冲，谁在打？哦，明白了。就是先看是洛阳城门坏了，还是我的战车先坏？哦，谁来了？董卓老贼来了。去呀！终于攻破了洛阳城门了。应该是没有拿武器。才三颗星的小短剑。对，这个不要。对，都胜利了。征战天下。
去。结束了，好像断了。